边？来来来来来来，点头。开始录像。三宝上不去，没有没有，三宝上去了吗？加油，上去上去上去，嗯，上去了。左边会跳过去的是二宝。开始录像。看不到啊，是进山里面了。好，收。这是大宝，现在公母鸟出去了。我只看到一只出去，没想到是两只都出去了。大宝，等你表现了。来了，声音，声音来了，声音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没有食物，这是估计是母鸟吧。啊！已经丢了，被母鸟骗了。不过也没空中交接，随便追一只。哎呦，公鸟要冲出去了，公鸟回来，开始录像。哎，食物呢？这只是谁？大宝、二宝呢？都在里面吧？声音从里面传出来了。刚才母鸟手上没食物回来，公鸟有食物，但是公鸟直接带进巢穴了。因为幼鸟跟我一样都被母鸟吸引住了，没有发现其实公鸟带回来了。所以没有冲出去，以为母鸟手上脚上没有食物，就没冲出去了。哇，这个逆光，没有看到它往我这边冲过来，又出去又出去了。这是公鸟，
重吗？没有。你的山形一直绕了。开始录像。哇，山后面啊，放弃，没有出来。好，收，没动静，食物都抢去哪里了？应该在巢穴里面吃吧。母鸟不看我就算了，起了翅膀，一只两只，右边两只在吃，左边小宝自己一个人。现在两只嘛，左边一只，右边一只。左边是小宝，是一个在那，右边应该是看起的翅膀了，已经背光了，看不到那个酋长岩的左边了。来，公鸟跟你过来了，对，再来。